这下王大志，各位制作人好。他们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面对现实沉默。他们觉得有了工作就得妥协，放弃执着，没有办法，都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敢再拼搏，安稳过日子就好了，管他谁赚得比谁多，没错。可为什么有些人到老了还会感觉后悔，埋怨父母不尊重你，总是拖你的后腿。有些年过花甲还在追逐梦想，做自己想做，但就算死了也没遗憾，就是不会有生活。说过现实梦想没冲突，你不懂别再找借口，不是太累是太难，我看不起你，你都看不起自己，你继续自暴自弃，没毅力就别说自己怀才不遇，你根本就不行。我的最初为了梦想努力过程和初衷，我后悔没有乖乖听话才上到初中。以前浪费时间，现在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我妈说我终于长大了，可我没听懂。当我绷紧这根神经，当我把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填平，当我看到爸妈为我开心的哭，他们说儿子你在台上的时候真的超酷。 You know what?Just be myself。 当我拿着麦克风跟别人都不一样，我懒得凑歌词，懒得刻意押韵那些废话，我只做自己。 Take me to the top， I'm ready for。 不是每个人都天赋异禀或者顺风顺水，成为一个嘻哈歌手真的没那么容易。别怕特立独行，更别怕做少数派。走别人的路是对生活的妥协，率性而活那才有意思。嘻哈的定义里面没有上流下流，张扬收敛都无所谓，年轻人干嘛顾忌那么多？如果你也想改变，这个夏天请跟我一起，一起证明中国有嘻哈。不认罪，不装，不认输。不要幻想成为一个嘻哈歌手，因为真的没那么容易。嘻哈早已变成骨子里的冲动，因为真心喜欢，所以从不认输。要么战，要么死。不是每个人都天赋异禀或者顺风顺水，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跌倒中不断地爬起来。梦想很宝贵，不是因为梦想本身，而是因为坚持不放弃。我是潘玮柏 ，To fight， 不认输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